等下开台的开头就是这个，已经开了。真的？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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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会，不会。这个礼拜有发生什么事情啊？新闻啊，时事之类的。昨天有个大新闻啊！真的假的？什么新闻？干，就是我的手机被偷了。有狗钱，有狗钱，而且是在我家门口被偷了。咦，手机被偷？没有什么监视器吗？没有。那你要换买新手机了吧？我已经买了。真假的？你买哪一只？太快了！买 Z 啊 ！Z 啊 ！Z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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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Z第一天去，然后一进去教室就去监考老师走，没有，一进教室去几分走，然后就没几分了。考试别走，史考特说他明天考学测好紧张，请问大大有什么克服考试紧张的方法？你是留级留了18年是不是？太久啦！烧饼过来，你要死！我怎么都没有听到烧饼叫过，因为他不会叫啊。真假的？因为我把他声带割断了。OK， 你不要这样啦！你不要乱讲，你等下被那个……好，知名实况的虐狗干你娘！是哦，等下被狗粉干，狗粉干爆了。交通工具，你们会怎么念？交通工具不是啦，那个交通工具 vehicle 还是 vehicle 啦？你把那个 H 发出来，就只是证明你。曾经念过法文，我以前都念 vehicle、欸、你把那个 H 念出来，念太重的话就变 vehicle。哎 ，Bonsoir, je m'appelle Lajo。你要是里边帕马就，刘唐里边看妹妹。你那是讲我来夸娃娃。你说脏东西怎么可以这样？你说脏东西的台语。Help by Borvego。Lasagna。La desire。啊巴巴拉巴拉嘟嘟嘟嘟。这样也可以吗？这样也可以吗？这样也可以超人发。屁！还是只是无时无刻都想用口水弄出痰的声音而已嘛。要被发粉干爆啊！但是我们会念提拉米苏的法文。提拉米苏，提拉米苏，我觉得我的法文名字也很好听啊。什么？你叫什么？金钱屋。你叫屈屈 man。你的法文名字你才是 Charlie Manuel 啊。你的法文名字？干你！你讲话的快哇哇。大便呼，吃大便当，吃大便当就是吃大便当。没有他的那个范文名字，不是上次讲过了吗？皮松大哥啊，皮松表哥，皮松表哥，皮松，皮松，他妮妮的熊，啊妈了个 BB call。但是我的法文名字是就是上万强的那个 J E A N John， 是肖万强 John， 我觉得很好。肖万强，哎，你要是你的法文名字啊，肖万强，肖万强啊，哎、欸，是那个悲惨系列那个吗？啊，不是，是说市议员的那个。先要万强。香飘机，香完成，该很认真。他说：“你的发名字，想要混混，你敢不敢？”好无聊。像你说过那样的爱我。那 rape 的rape 的发文要怎么讲 ？rank 的发文 rape， 枪爆。你要是我跟你看一个网站，然后这个网站是法文的裸女吗？裸女的内裤吗？是法文的绕口令，然后他们就找很多法国人来，他们就是呀呀呀，好呀呀呀。所以叫他们
念法文绕口令，然后配上生日快乐的歌的旋律，就变成我们的生日快乐歌了。很不是，不是像不是像个小文章。你听这个，你听这个，超好笑的。Help buy more low pay a good. Help buy better pay. 那我们今天来教大家这个法文的 A B C。好，法文的 A B C 就是。啊啪啪啪！这样子全部都很合喉。A A A 怎么念的？老王你会吗 ？A B C D 是吗？对呀、啊，好像是台语。阿贝西龟。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。史上最会念数字的饶舌歌手又在姗姗来迟了。阿贝西龟。那个时候我们学的时候，就是他就记那个绕口令啊，然后他就是什么阿贝西龟、西达梅德等之类的。阿贝西龟加西龟亚梅德。哦，阿贝塞德加西龟亚美德库大赛，哈哈哈哈哈哈！On two 是一二三，所以 On two 赛是 I'm the set， 是各位旅客，你们为什么会到呢？枪准备好茶，枪准拼卡拉佩的酷，可乐的英文就是这个 Kevin Marshall， 养乐多英文就是放了它就不动了，什么东西、啊？你没看过吗？那个、啊那牛奶就是 i l i v e s n a， 就是那个什么、啊、相声瓦舍，相声瓦舍。啊，他们要被抓的，是开了马上喝，对不对？那个法国绕口令有一句，有一个超，就是很多滴的那个，就是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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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滴，这听起来怎么像弱智？可是我觉得他们听我们的绕口令，他们才会觉得哇，亚洲人太恐怖了。现在我马上练个绕口令，然后就，小白毛你光来鼓，怕你拍成阿雷鼓，马上就笑得哇塞，死 K！ 就练个绕口令，咕咕在边搞了滚蛋，在咕噜叽叽咕噜咕，哔哩叭叭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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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！你刚刚前面在那边乱喊的时候，我真的觉得你很像 Skateman 前面他在那边哒哒哒哔哔哒哒哒哒，什么弱智？跟法国的朋友道歉。Merci， 不对，那是不对，不对，我跟法国朋友 拍死，超本土道歉。说黑，说黑是什么 ？Sorry 吗？说哈，说哈，这个就问我们就对啦，因为我从小到现在都没去过罗东啊。你可以问我啦，我也没去过罗东，我只有在罗东转车，因为那个啊，宜兰罗东，宜兰罗东，来坐车，坐车，坐宜兰罗东，来帅哥要不要坐车？宜兰罗东来坐车，哎，妹妹要不要跟我上车？啊，不是、啊，要不要去罗东？宜兰罗东坐车，坐车。他用司机在招揽客人的时候会说：“妹妹要不要跟我上床啊？”他们说贝糖汤味道会有点小苦哎、欸，真的假的？才没有、啊、那我就不喜欢。你有吃过、哦？我吃啊，我自己就是订贝糖汤口味的啊。你什么时候订的？我还是很久以前公司团购。为什么没有吃到？还不认识你了。好笑哦！还不认识啦。冷猫，反应太慢了吧？九十的台语怎么念？高杂，高杂。那九十八的台语怎么念？高杂八，高杂贝，高杂贝，高杂。哦，高杂贝了，高杂贝。高杂贝是九十尾吗？他高杂贝是什么？高杂贝就是九十八。那还在那边高杂贝，贝贝贝贝林老师。你是靠背哦！搞搞在被误人子弟，挑白毛的搞在被。现在是每个人新学都可以套到这个，不一定没学的也可以套进去。我学长跟我说，他们以前高中有一个女生跟很多男生交往过，然后就是也发生过很多关系，然后她的绰号是饮水机。Oh my god！ 我觉得超有创意的，好低级。
谢谢你又再一次将我们的节目的水准往下再拉一个档次。啊，没有错啦，接下来下个礼拜先跟大家预告下礼拜的内容，下礼拜内容就是一些内内跟内内还有内内，胸部特辑吗？没错啊，内内补给站特辑，就是啊内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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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内拍前面的内内。你那个是准备要打针了吧？你睡前会刷牙，因为你刚刚讲睡前会刷牙，那个感觉你智商只有八哎，真的假的？睡前会刷牙，因为我不会绑鞋带，这样感觉智商还有27啊，真的假的？只有八，真的假的？我不喜欢吃黄瓜，不喜欢吃海蛎，我只要是橘子都很喜欢吃。我很喜欢吃海蛎，非常喜欢，我很喜欢吃东西。我非常喜欢。你刚刚是智商五的发言吗？我很喜欢吃东西。刚是宝珠，刚是宝珠感五的发言。宝珠感五，我是爆表的电子机吗？我喜欢吃东西啊！再讲一次，我喜欢吃东西，可是我不会绑鞋带。我喜欢吃东西，可是我觉得 potato。我喜欢吃东西，可是小白毛的屁股。我喜欢吃东西，可是熊猫被它熊了猫。哇，根本就超聪明的嘛！讲一堆法文。有吃过雷神吗？啊，雷神巧克力。你这种吃的早餐吃什么比较好？来，一二三，来，爱滋味，滋味鱼片，哎，早餐吃大便，哎，早餐吃大，哎，五头岛的大便哦，哎，哎，五头岛的 Big Ben 哦，Big Ben 粉要干爆你了，有气不错啦，We gon party like 零零零啦，大便，妈们都没有啦，我们都没有啦，了猫。有没有那种打电动打后就感到一阵变异？哦，我无时无刻都感到一阵变异啊！我不一定要打电动。那他真的是随时都会突然看到他说：“我好想大便哦！”等一下，对啊，等一下我要去。欸，尤其我去书店，超想大便。真的假的？就是他在家乐福，只要一经过那个数据，他就会想要大便。那我给你们讲过，我一个国中同学一看到郭品超就会大便嘛。有你有跟我讲过，可是我们在中立走，然后经过光南，然后那时候郭品超出专辑，郭品超海报贴在那边，然后他就走过去，然后他一看，然后他就说干你娘，然后他就冲去全家买一大包那种平板式卫生，然后就大便。为什么？然后有一次，因为我们国中都住宿，然后有一次住宿生我们都比较早到，然后我们几个其他几个人就先到教室，然后我们就会在看报纸啊什么，哎，然后就看到有个版面有很大张的郭品超海报。然后我们就放在他座位上，然后拿书盖着。然后他一来学校，然后他就把书一翻起来，看到郭品超，他就干你啊，谁放的？然后他就拿一大叠平板卫生纸，又冲进去教室，就是为什么？就是、是不是被下了什么咒语？我不知道，他可能有被下一些暗示吧。就是小时候的时候，就说好，你现在睡，然后如果以后你只要看到郭品超的照片，你就会迫不及待想要把你身体里面的大便都排放出来，然后数到三人就会醒来，一二三醒，然后他之后靠郭品超就大便，而且是郭品超催眠他的，然后醒来一看到就哦，又一不就啦，不如你们的我拉到大腿上，郭品超就大便。有一次我忘记我们在哪里台剧。然后那个时候就大家在玩一些很好笑的游戏，然后就一直笑啊，一直笑，然后我就看到六太的神情不对，他就是一直微笑，这样。我不能笑啊！他就站着，然后这样，然后一直微笑，然后都不太接话，然后他就说：“我屎快拉出来了。”真的，你知道我的那个屎就是你知道，在塞尔那家洞穴那个入口有没有？然后敌方的毒爆虫有200人口冲上来，然后我放个立场堵在那边，我只要一笑，立场就被踩破了。我的精力就会被炸掉了，噗拉到大腿上，噗拉到膝盖上，噗拉到屁股上，溜到脚上，喷观众脸上，观众的脸上，哈哈哈哈哈，超恶心，哎呦，一幕都湿了。我之前喝咖啡就会想大便，而且我只要喝热的，然后是拿铁类的咖啡，就会，而且是那种拉肚子。会想大便，可是我喝黑咖啡就不会。但是我现在喝很一阵子，所以现在就不会。可能是新陈代谢吧。会有一些时候就是哦，好想喝咖啡，然后买杯咖啡喝大概5分钟之后，就会肚子就会
Yogi Bujora， 好小声哦，是观众还没进场的演练而已。啦啦啦，啦啦啦。可是就是这种屁才会高几率夹杂的大便。我跟你讲为什么会这么小心，因为你注意听哈，它不是只有补声，你注意听，它是有东西，有东西出来断掉，其实是因为有东西堵住，所以那个屁才很短。你等一下，声音放大一点是这样。你原本的 Big Bang 你也是整个都炸出来了，好不好？你根本没有堵住，你就是以闪状的方式炸出来啊！你会把夹紧，所以就会东西会撞到你的墙壁，这样放屁啦！好像听说过，就是早上起来就是喝温水就会。然后喝500cc，那个真的超可怕，那个真的是没有。我觉得早上起来是因为你的那些消化器官什么的，感觉好像全部都关机，但是他们已经晚上的时候已经帮你把大便都准备好了，这样就那排程都排好了。对，排程都排好，然后呢，你只要喝一个水晶，他们就噗全部通电，说啊拉屎了，然后嘟嘟嘟嘟嘟嘟嘟，然后那个大便就慢慢一下嘟嘟嘟嘟嘟呢，啊上工了，叮叮叮叮敲那个铃，然后嘟嘟嘟嘟嘟大便就下去，然后就腰修啊，我在捷运上这样子。然后如果这个时候放屁的话，就是，而且那个捅下去的瞬间呢，人就会整个坐直一下，小背就会挺直一下，因为你很怕沾到裤子。配合声音想象画面，预备起。我就很喜欢放那种可以很长的把它放完的屁，我就一定会把屁股掰开，然后让它。你的屁股是刚喝完铁观音茶是不是？神经病的，有的时候还会因为太舒服了，还会变成。你的屁股可以去阿卡贝拉了，好吧？你现在，然后旁边还有很多人都掰开屁股，好，然后我到时候录起来，我的屁声就是。然后旁边的人就一直放那种截断的屁，就噗噗噗噗噗噗噗。你能想象这种团体去舞台上表演是什么画面吗？之前有听过一个人的屁声很好，小哈的屁声是这样。啊操！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放屁很像一个日本的那种御姐，然后是那种有点坏坏的那种御姐在挑衅一个人。他放屁的声音是这样。就是那种坏大姐，然后哦的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我日本人坏大，他就是交响情人屁。Yogi Bujora， We go party like 零零啦啦啦。重点是 Big Bang 那首歌那个地方根本就不是屁声啊，你为什么一直用屁声换过去呢？哦，是这样子啊。有人说我一定有放过那种，我当然有啊。哦，我是放那种一个一个爆破的屁的专家哎。真的，他就是我们小组里面的爆破专家。我们要去偷金库，老王就把屁股贴着金库门四个角，砰砰砰砰，然后门就倒下来了。然后就是我们是小偷，不用可以啊，又不是特种部队。而且老王如果屁股贴着门的话，那个屁声就会变成，就是这样子。然后很快速的炸四个点 ，burn hole。也有可能会变成那种 final。点火会燃烧啊，因为我们大一的时候就在宿舍玩。然后其中一个人，我先不讲他是谁啦。总之呢，他的绰号是 FICK 这样子。就是屁壳啊！好，就是屁壳啊！我们在玩，然后他在那边放，然后我们就四个人在那边聊天，然后聊就哦，我有屁，然后就一直轮流，可都没成功。就后来他就说，我有一个很大，然后就点，然后就真的有成功，然后我们就哦，结果那个屁已经放完了，但他内裤还在烧。真的会这样子。就是
因为你屁会牵丝啊，他就拍拍把他拍，他说：“哦，屁股好烫哦，屁毛都揪起来了。”然后我说：“哎、欸，你如果你屁眼打开，沿着上面去，你会不会肚子爆炸？”不会啦，白痴了，吐了吧，才不会。你的屁眼会马上关门，好不好？你的屁眼就是屁放出去啦，噗了，外面烧起来了，全速关门了，里面人就啊，叮叮叮叮叮，然后哇，他把肛门马上封闭，砰，然后又火苗烧进去一点点，然后就哦，好险好险 ，who safe safe， 然后那屁股里面的工人，然后就回去上班这样。而且屁股里面会有个老工人把一个年轻工人推进去，然后推进去的时候就，然后就小子再干两天你就知道了，然后就点烟这样。哦，不是，他说你每天代替我活下去，然后那工人就把那些工人推进去，然后自己就跳到肛门外面，然后烧掉了。然后慢动作就是那个老兵拿着一个 Zippo 打火机，然后那个火就开始烧过来，然后他就，然后点火之后，然后把打火机关起来，然后抽第一口那瞬间就。然后火又变快动作，这样把它吞噬掉，然后他就这样，屁叔不要，然后他们就，然后旁边的工人就赶快把那个小孩拉走，这样，然后镜头拉到我们身上就会变，就是一个人坐在地板上，然后火烧起来这样，不是，然后镜头一拉出去，然后就，哦呦屁股，我屁股好烫。抢救雷恩大屁，抢救雷恩大屁，抢救肛门大兵嘛，诺曼屁大工匠，诺曼屁大工匠，男屁大屠杀，屁精大屠杀，南京大屁，救命、啊！南京大屁股，屁股大捏捏。小一定跟这没关系。东京热屁，行动代号瓦尔放屁呀、啊，行动代号瓦尔霹雳呀，噼噼啦啦，波波林娜，哈哈哈哈哈，硫磺屁的音效，应该是来自硫磺屁的信吧，屁股港，屁子英雄，一只越南大屁。现在放屁现场，等一下，钢铁屁已经跟单纯的骂钢铁人了吧？那些女水屁少女，有人说直播屁，干环太屁呀、啊，东京甩屁，高兴啊，水屁大吉。哎呦！就每个礼拜都要玩一次打工打魔王屁人，你可是我没有办法攻击这种。干掉就走这边，干掉走这边，干掉走这边，来干掉了。请好，来橘子假期这边哈。好，快！这个手电筒哈，橘子假期 ，Hello。哎、欸，好，我们等那个八根毛哈，好来，哎，这边哈，橘子架起哈，啊，这边哈，我们这边左手边哈，就可以看到这个房子哈，其实很旧了哈，啊，当初开了，开，那在这边，干你俩好多丧尸，救命啊，橘子架起救导游，来，跟着橘子架起导游哈，来，我们看到这边哈，来这边哈，啊，我们这边右转哈，就可以看到这个，这里有一个、啊、太暗了，救命、啊，这个苏立文老师哈，啊，我们将一枪把他干掉，干掉，苏立文老师是谁？我们就可以来参观这个海伦凯勒之前住的这个起居室。等一下啊，这个橘子架起哈啊，这边的这个当初呢，海伦凯勒跟苏立文哈老师在这边放这个投影。我是要丢在这里吗？哎、欸，在这个地方有没有看到这个墙壁这边有一个破掉的？哦，屁股你挡住我了。哦，对不起。哎、啊，当初海伦凯勒跟这个苏立文老师在这边哈用投影哈播放一些 A 片啦。没有啦，这边还有路啦，你们是不是走错了？天堂有路，这边哎，靠腰。跟你讲一件事情，我的房门刚刚自己打开了。那是因为你没有关好。你是因为有一只看不见的僵尸进来了。不要啦，好恐怖！已经是僵尸了，还看不见，太 OP 了吧？有一只看不见僵尸开你的房间门，然后走进你房间，然后在你面前一直甩鸡鸡，你都不知道。开好了。哎、欸，要重开吗？没有吗？没有重开吗？我正在重开。那要先 Kiss 考内了。我被吓一跳。我被他那个突然跳出来的那个僵尸脸图吓一跳，吓死我了。好了。干八毛来了！妈的！还没死。
这妈的，这妈的，太快了，太扯了吧！你都是我，直接猫我两拳呢、欸。把猫奴隶用金枪武器打人，你出来出来出来，穿衬衫，你吓死他了，要走掉了，不会啊，从楼下在上楼哎。楼下有两只在上楼、哦，我受不了了！求你不要逃出这里！我不要！这里啊，到底有没有武器啊？进来，白痴、啊，闯不进来啊！看这个骗人的设计啊！有僵尸哎、欸！怎么办了、啊？卡住了、啊！这里啊，这里啊，这里啊！喵是你是拿到红色的箱子吗？对啊，我这边有僵尸。我靠，这边有哎、欸，我这边有一个。等一下，六蛋。啊、可以可以，直接走进来，直接走过来，走过来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走过来，准备哦，一二三，好，我来啦，迅哥，好，耶、yeah, ，我成功了，我好吗？就是几个，不用怕，哎呦，吓到，把我吓到，六探，干嘛？视角转到我，快点，我要帅一下，你也太烂了吧，你也太烂了吧，没道理啊，他是会 GP9 那个指挥是不是？我射右边，他刚好晃左边。你想太烂了，后面来了，超级浪费子弹哥。哎、欸，你太烂了吧！你叫我们帅一下，然后有全部的观众都看到你有多蠢。对，哎、欸，里面有，哎、欸，有人在用我们的箱子，赶快去走啦！那里面有两只，那里面有两只。对啊，不准用我们的箱，太多了啦！你主要是狂射、啊。对呀、啊。为什么你有那么多 ammo？ Say hello to my little friend， 没子弹了。不要紧张，我还有大枪枪。我快没子弹了。我剩九只是不是啊？我这不拆一拆拆木头。哎、欸，没子弹了！我好强哦，我让你们全部付我他妈全部给我汇他们鸡巴两百万到我家。看你把我们子弹打完，你把子弹费付出来再说。对啊。哎，没有关系啊，不要计较那么多了。他给我，不会用。啊！吓我一跳，他妈干你娘！谁？谁鬼？开山刀给我了。什么东西给你啊？开山刀给我。你博啦，干。